坐这边。坐着可以。好，那下聊。好，那在今天活动开始之前，我先说明一下今天的活动流程哦。那首先我们会邀请到今日邀请到的所有的语坛人，就今天的探讨主题，提出15分钟，大约15分钟的简报与说明。那结束之后，我们会安排大概有40分钟左右的语坛时间。那最后我们也会保留15分钟给现场还有在线上参加的所有的参与者提问。那在提问的部分，我们邀请现场的与会者哦，那到前方，我们前台上有个麦克风，可以在那边直接，对我们的所有的语坛人来进行发问。那使用我们的线上会议室 Webex 的参与者，那欢迎使用这个举手的功能，那直接这个我们的同仁就会把您的这个静音关掉，您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讲者做互动。那如果在线上参与者不方便发言的话，也可以透过聊天室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那我们都会代为来做一个转达。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式活动。各位现场的来宾，还有各位线上的会议室，对不起，线上会议室的观众，还有现场的来宾，大家午安，欢迎来到今天的台湾网络讲堂。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人工智慧将如何改变未来的工作。那我是讲堂的主持人梁礼璇。那首先必须要跟各位抱歉一下哦，今天的座谈原本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资工系的陈运农教授主持哦，不过老师应该是身体为恙哦，那喉咙没有办法出声音，那就临时由我来代为主持。那有不周到的地方，也请各位多多的包涵。那在开始邀请每一位我们今天的语坛人先发表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前，我先简短说明一下今天我们在规划这个主题上的一些发想哦。那首先是我们在今年的5月份就看到好莱坞开始有一些由这个编剧发起的这个罢工的行动。那随着到了7月份，演员也开始加入这样的一个罢工阵容。那结果就变成一个好莱坞，听说是60多年以来最大的一个罢工事件。那我们看到这些演员、还有编剧、还有这个导演们走上街头啊，那他们除了抗议串流平台所带来一些酬薪上的一个问题以外，那他们当然也抗议，因为这个制片公司使用 AI 这样的一个科技，对他们的这个生活还有对他们的工作机会产生的一个冲击。那例如，这些制片公司会用 ChatGPT，利用大量的这个资料的一个学习，然后开始产制开始这个编出这个抄袭风格，这个满满抄袭风格的这个剧本的量产哦。那他们这些量产出来的这个剧本，也成为这个 AI 的工具，也成为编剧们口中由资方所发起的所谓压榨原创剧本的一个剥削工具哦。那知名的演员他们也担心，未来这个他们自己过往曾经的这个演出，会不会未来变成片商去生成所谓 AI 演员的这个学习的一个素材？那也减少自己的这个演出的机会。那对于基层演员来说，他们更是担心未来连演出的机会都没有哦。那在这样的一个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华语世界哦，AI 的孙燕姿也开始唱歌了。那她在现在在这个所很多的影音平台上，已经翻唱了无数的这个歌曲，而且都有超过100万的点阅率。那我们相信 AI 它在工作领域所引发的这个改变哦，绝对不会是在影视这样的一个产业而已哦。那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机构、学界，还有这个 AI 的专家口中，不断的听到 AI 未来会这个夺取哦，包括什么80%以上人类工作的机会，AI 未来会自动化将近有3亿个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职缺哦。那其实，在前2天，刚好联合国也刚发布了一个报告啊。那他说，AI 未来可能会更可能是为整个这个就业市场增加这个工作的机会，而不是摧毁所谓的人类的工作。那这样好像我们大家有稍微舒缓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哦。不过，其实，在报告当中，其实有提到，确实 AI 会剥夺掉部分的工作的机会哦。
特别是这样自动化的一个程序，对于文书相关的工作，最容易受到影响哦。那有关 AI 是否会取代人类的这个讨论呢？我想最近在不管是在网络上，在媒体上都有很多的一个讨论哦。那在今天的讲堂当中，我们试着可以谈更远的一点一些议题哦。我们希望可以探讨的是 AI，它会不会改变我们人类对于专业的上的一个价值判定的一个准则？那人们又如何可以来面对 AI 对于这个劳动的公平性所产生的冲击？有没有可能我们反过来，人类我们来利用这样的一个 AI 的技术，来促进职场中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歧视的现象，或者让我们的职场更具有包容性哦？那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4位不同的专家哦，从这个企业界、法界、学研界，还有公部门哦，那他们会分别从这个经济、法律、政策，还有社会不同的面向来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个课题。那我就按照议程依序邀请各个与谈人先就相关的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那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孙宏月教授哦，那他目前是台湾师范大学科技应用与人力资源发展系的优聘副教授，那他同时也是现任的国际人力资源认证协会的荣誉董事，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特聘讲师。那他也担任非常多跟 AI 有关的人力资源相关计划的这个担任计划主持人哦。那比较特别是我看到这个孙老师过去在业界哦，特别是在金融保险公司哦，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人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相信他的分享会包含非常多实务上的一些见解，那会很精彩哦。那我们就先欢迎孙宏月教授。那孙老师我就把时间交给您了，请开始。好，我们谢谢主持人啊，还有谢谢现场的来宾啊，还有我们啊很多的现场的观众啊，还有在线上的观众。那今天呢，我再利用这简单的十几分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目前啊 AI 对于劳动市场啊相关的一些啊研究啊。那这个是在3月份啊，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啊，他们有对于啊这个 ChatGPT 啊。这针对的部分是3.5啊，那还没有针对到我们现在啊，特别是啊上个月刚发布的所谓的4.0啊，它所结合的 Code Interpreter 啊，那几乎是可以从下个指令把你把程式啊到档案啊全部修改完毕的这样子一个功能啊。现它只是针对3.5，就是各位现在在使用所谓的免费版的 ChatGPT 啊，对劳动市场做的一个分析的研究发现，啊，他发现了什么？哈，他说发现呢，如果白领阶级，白领工作者使用了 ChatGPT，他的工时可以减少37%，那整个工作品质，特别是错误率，还有这个文字的修辞，文法，可以提升了20%，所以 ChatGPT 本身是对于白领阶级的工时与效率，还有包括工作品质的提升最为明显，那对蓝领阶级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哈。那它可以让一表现很入门的哈，一般的跟绩优者的这个工作的绩效啊，跟工作的品质可以拉近，可以拉近。所以如果使用 ChatGPT 那些在使用的工作者，他还对他们做了一个 survey 发现他们的整个工作满意度还有整个自我效能整个文字的运用基本上都会大大的提升。那他也在篇论文也特别去强调了一件事情，他强调了用 ChatGPT 或 GPT 这样子的一个生成式的 AI 它会取代白领工作者的某些或者是许多的 task 我们讲的任务而不是互补所以也因此很有可能你本来是需要3个人力的现在未来可能只需要2个那随着技术更进步，那可能在做相同的事情可能未来做现在做3个人的工作，未来可能只需要1位那这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研究发现他在3月份他在网络上还没有经过 peer review 的发表那这个是由 OpenAI 实验室跟宾州大学美国宾州大学
他们一起做的一个研究，他们找了这个，他们运用了大量的这个全美的所有的职业，他们发现至少有一半，包含蓝领阶级，有一半，也代表另外一半大概都是属于不会被影响的蓝领阶级，职业里面有 50% 的工作任务会被 AI 影响，也就是 AI 会介入他们的工作内容，会改变他们的工作范畴，会改变他们的工作方法，那总共有 80% 的工作者，就是100个工作者的受雇的劳工，其中有 10% 他的工作任务会被 AI 影响，那影响最大的包括翻译，包括做润稿，包括文字创作，会计簿记审计，税务法院书记官，做调研、数据分析，区块链工程师、记者等职业，他们是最大的受灾户，也就是他们基本上应该有大多数的工作会直接被 AI 取代除非他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员工分为十个级别只有摆在全面10%的那这个可能会比较不会受到影响那也因此AI 会减少许多高薪白领，这边他特别强调的是高薪因为很多低薪白领的工作 AI 可能太贵了那这个低薪白领的工作反而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那蓝领工作者其实不会受到太多影响，特别针对需要高学历的职缺那他被 AI 他的很多工作任务被 AI 取代的几率跟风险就越高那他们称它叫做可能会引发所谓的第三波的工业革命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工业革命基本上会同时发生两个很重要的现象，一个就是企业对于科技或者是造成这一波工业革命新的科技的投资会显著的增加，那与此同时劳动生产力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两个同时存在，我们会称它叫做工业革命那 AI 即将，特别是生成式 AI 的出现可能会引爆第三波工业革命那第一波是发生在英国的这个革命叫做纺织机的发明它那时候取代了大量的手工的这个师傅很会用手工的这个裁缝的师傅。第二波是发生在美国他那时候发生的这个他发明的电力跟机器他取代了很多会操作纺织机的老师傅那第三波革命可能就会是他们在预测就会是能够操作现在我们二次工业革命操作机台的工程师以及许多高阶白领的工作那是这一篇是由宾州大学跟 OpenAI 实验室他们所做出来的研究那这个是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这个是两天前国际劳动组织他们所做的一个预测那他们里面预测他们透过他们有对全世界的职业进行编码大概找了几千个职业他们发现其实基本上最大的受灾户风险最高的就是处理文书跟行政性的工作那这个不见得是说他一定就把这样子的职缺这样的工作彻底消灭，他指的是他会把处理文书这一段的相关的工作给自动化了，所以劳工的工作效率也提升，但是也意味着如果专注在处理文书跟行政工作这相关的员额跟工作机会，可能他未来的不确定性跟机会也会受到影响。那在这边的报告里面他提到AI 并不是真的会取代某些工作它是重新重塑工作的内容跟工作的方式，那它是一场革命这个是 ILO 他提出他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他会重新定义现在大家所看到所有各式各样的职业的工作说明书以及他的工作资格条件，那其中他特别提到了非例行性的白领工作包括创作规划分析包括软体工程师他们可能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特别是各位现在看到的 ChatGPT 的 4.0 他新加的这个Co-interpreters 类似这样的功能它会把很多本来非例行性的工作内容它转化为系统化而且变为可预测的流程，那这带来什么样子的意涵呢这代表的是说未来人们在操控 AI 会像我们现在在操控 Office 一样它几乎变成必备的技能因为它的界面变得很简单，
那有了 AI 这样的辅助，他们称到 Copilot， 就像 Tesla 这 Copilot， 那未来入门级的员工，这个菜鸟，他可能可以执行的很多工作的品质跟效率，他甚至可以跟中高阶的这个可以达到的这个工作的绩效是相当的，所以他们的距离在拉近，这个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的预测是一致的。那基于成本效率效益呢，那国际劳动组织也会预测，企业将更可能倾向用这些菜鸟来取代这一些我们讲的在专业白领阶级的中高阶的这个专业职，因为白领很基层的就可以做到了，他不需要用到这种精熟度很贵很高而且薪资很高的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士，除非他是不可替代的这个 P90，它可以超越 AI 才有这种可能性。但大多数的雇主或者是职缺通常用不到这种真的需要到 P90 的这样子的我们讲的 talent 那就是这个是 IBM 他的这个执行长他在接受这个彭博社的采访的时候，他就指出他说差不多在未来五年内他们自己看到的这个客户，还有包括 IBM 自己的实务他们发现大概有 30% 这个不是直接面对客户的工作是很容易被 AI 或自动化取代的那当然这里面包括了人力资源单位负责招聘的人力资源单位，包括了财务会计会把他们从这个例行性的工作给释放出来那所以美国 SHRM 美国人力资源协会他们开始也很紧张他们是专门组织 organize 全世界全美国跟人力资源有关的一个最大的专业组织他们也发现了这个现象他们发现现在大家对于 AI 也有很乐观的也有很悲观的那但是对人力资源这个专业来说它变得更棘手因为未来可能处理的是不是只是人它会处理的是人跟机器的一起共存的一个新的职场那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议题包括了这个到底 AI 应用到什么样子的，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这过去的应用 AI 的风险法律责任，这都会列为未来在职场上很重要的 agenda 那这是麦肯锡这也是今年他刚出来的报告发现其实一样，他同样的经过麦肯锡的调研，他发现大概在以美国为例有 30% 的美国的劳工会被迫他的工时会被迫自动化那约莫在未来有1200位的劳工会被迫转职那这里面有人会因为受 AI 而受益，有些人会因为 AI 可能会比较紧张那受益于 AI 的可能是跟人口老龄化长照相关的工作职缺那也因为电商这个减少实体那所以 AI 会增加更多的这个运输跟仓储的需求这跟 AI 无关，而是因为 AI 取代了某些工作或改变了习惯而导致的某些职缺大量的需求提升这也包括了人口结构另外 AI 对于这个很多这个文书零售行政助理它可能会减少60万以上那他转职机会很小因为这类的工作几乎再转来转去都是比较都是 AI 在做的那比较有可能呢就会转到一些比较需要蓝领的工作机会那与此同时呢 AI 也提升了这个380万个工作机会应用在长照科技跟交通运输上面的高薪专业领域那这个对知识工作者的挑战跟 IL 做的是一样的他说可能这个他一方面带来给知识工作者带来很好的工具，一方面也取代了知识工作者的职业或者是员额特别是高学历的那这个情形在台湾其实已经发生那个是上周的报道联发科他就导入了以 ChatGPT 为主那这个是当然 ChatGPT 背后很重要的投资者叫做微软那微软开发了一个叫做 Azure 的 OpenAI 它可以完全避开大家最 concern 的这个资安的问题把资料完全留在这个联发科内部他们叫做他们称它叫达哥也就是 ChatGPT 里面的最高级1234最高级能力最强的叫做达文西联发科已经导入他们的这个办公室那我过去也有替他们做一些演讲训练他们的人力资源人员如何运用这个 AI 来执行他们的工作任务那这个是以上跟我们现场观众朋友做的一些
分享。好，那谢谢各位。好，那就谢谢我们孙教授的这个分享哦。那老师已经针对不同种类的工作，未来可能会被 AI 取代或产生的冲击，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说明哦。那接续我将会邀请到我们的第二位要分享的讲者是马静茹律师哦。那马律师目前是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的所长，还有这个执行合伙律师哦。那他目前同时也担任美国商会的理监事，那他也非常的积极在向政府所制定的相关的重大政策法规提供建议。那马律师从90年代就任职在这个国际通商哦，那国际通商是一个全球这个首屈一指的这个法律师事务所。那马律师他本人也曾经获得 Chamber 跟 Partner 还有这个亚太服务亚太法律服务评鉴500强哦，评鉴为首选还有领衔的律师哦。那马律师的专业领域包含这个智慧财产权争端解决，还有聘雇及劳工法等等。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这个马律师来做一个分享。那马律师，我就把时间交给您。OK， 那非常荣幸哦，今天可以受到邀请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每一位老师的分享呢，也是宝贵的意见。我刚才一听，我想说还好，我已经快要退休了，要不然的话，这个所谓的高薪白领阶层里面呢，大概是30%都会被取代啊，甚至于更多啊，是没有错。那我想，今天来这边的可能都是属于白领阶级的这个工作朋友们啊，因此我想就这一块呢，我可以特别针对我们的法令上面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因为这个议题比较大，所以我综合了大概有6个重点。好，那可以 run 一下我的 PPT。好。那当然我们的题目就也是在于人工智慧如何改变未来的工作啊。有吗？有啊。好。好，我整理了大概有6个重点来跟大家快的分享一下。第一点呢，是 AI 对于工作形态以及人资管理的改变。那事实上刚才老师也讲了一些这一方面。好，不过我们也有做了一些整理哈。但是我是不是要先申请一个 disclaimer？ 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能够同意我所找的也是 AI 资料给我的。好，万一里面有错误的话，你们不要来告我。好，这个叫法律上叫 disclaimer。好。那所以按照我们所整理出来的呢，好 ，AI 会冲击的产业结构有哪一些？技术工作者，啊，你想技术工作不是本身就是跟 AI 在一起的吗？问题是说你一个engineer， 他能够做的怎么样的快速，可能都没有来的像这个 AI 本身那么样的迅速，那么样的强大。再者呢，媒体工作者，啊，刚才老师也有讲。可是只要是创作啊，唱歌啊，画画这些方面也有可能被取代。然后另外像我们自己做律师法律工作，我今天也有我同事徐律师一起来，我们都抓了一蛋，律师会不会被取代呢？等一下我也有一些分享。再者呢，你可以看到包括市场研究分析师，老师，财务工作者，交易员，设计师，会计师，这些只要涉及到资料的搜寻、资料的整理、产出这样子的工作，都可能被 AI 所取代，所以这个冲击是很大的。那最后一个，包括电话销售员，你现在确定你接到的一个电话是一个 AI 机器人在跟你讲话呢，还是一个真正的人在跟你对话呢？哦，这可能将来全部都是机器人。好。
那所以呢 AI 的崛起就会造成我们就业机会的大洗牌、哦、刚才讲到的大致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取代 AI， 可是你看看你是不是可能可以做 AI 的训练师呢，来管理 AI 呢？那再来你不可能取代一个 autopilot 的那个 Tesla 的自动驾驶的车子，但是你是不是可能做那个调派者整理管理的人呢？好，同样律师可能被取代，可是 AI 需要有法律来规范它，所以我们可以去做的是立法，还有在这方面做法律规范的这种专家。好，再来语言，刚才老师也讲到了，而翻译的人可能都没有工作，问题是你可以去寻找怎么样的一个语言翻译的逻辑，可能程式上会让他翻译的速度更快，那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更上层的，你就可能还有新的工作机会。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会发生的法律争议有哪一些。好，毕竟我是学法律的，所以我从这一个重点来整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 AI 的冲击之下呢，你可以用 AI 来预测员工是不是有违规，会不会离职。好，再者呢，你可能可以用它来辨识员工的健康状况。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说一个员工怎么工作能量很低啊，产能很低啊，你将来用 AI 都可能做一些事先的，你可以说是管理，管理就是监控。好，再者呢，你可能可以去追踪员工的工作时数。以我们现在常常在外工作的人来讲，劳动部也有规定一个办法，怎么样去做弹性的计算工时，可是将来 AI 都可以帮你监测了。好，当然不至于植入一个晶片到你的皮肤里啦，吓死人了哈！我每次想到就毛骨悚然，哦，我是拒绝的。但是第四个呢，也就是在说，甚至于呢，我们员工现在要做 self evaluation 啊，就是所谓自我评估之后，才在老板帮你做评估，对不对？你自己要设定 KPI， 最后老板看你有达到多少，将来这些都可以用 AI 来做了。好，它可以调整你，哎，看你做的 KPI OK 了，接下来帮你调高，让你能够往上，这些都是可能受到 AI 的运用。那么它的争议会很大的啊。等我们继续来讲，包括这个既有人类的工作，有一些就不用做了嘛，对不对？第二个，因为不用做，有些员工可能会被资遣。我们现在劳动基准法里面针对解雇之前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其中有一个叫做符合业务性质变更，你就可以资遣员工。那按照我们最高法院的解释里面，怎么样叫业务性质变更呢？包括技术上这样的一个取代。所以如果说我公司的某一个部分呢，完全可以用 AI 来取代的话，我是可以按照劳动基准法来合法资遣员工吗？这是我们在设计 AI 的时候我们所要的目标吗？我个人并没有这样子的，这样对于 AI 的热爱，以至于我觉得完全都是给他掌声。不过如果以现在最高法院的解释来看，这是可以的。所以业者也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资遣员工。那第三当然就是有一些门槛，像专业的啊，语言的门槛，其实就以我自己个人来讲好了，我们从前考律师可能一年考六个最少的情形，三十几个，现在可以考几百个。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得到一个律师的执照之后，你等于说你可以就这方面去发挥，看你怎么样去执业，对不对？将来是不是所有律师都能找得到工作呢？就不一定了。我们常常在讲，如果是咨询 AI 的系统可以强大到你问他一个法律的问题，他直接就产出很多答案 给我们。我都还刚刚跟徐律师讲，我说太啰嗦了， AI 出来的答案太啰嗦了，我们不会那么啰嗦了，我们针对客户的问题，针对问题，好，不要说一针毙命了，至少就是要给他很快的答案，
让他能够有所因应，采取行动。好，所以语言也是一样的。好像我们 Baker McKenzie，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事务所，所以我们的律师都有语言上面增加的一个技能。可是将来我们就不能说哦，因为我会讲英语啊，我就应该可以对客户要索取更高的费用，就不必然了。我可以给他中文的，他很简单 ，ChatGPT， 对不对？三秒钟就把所有的法律意见啊，搞不好还把我录起来，然后就直接变成英文了。啊，因此呢，这也是对于任何有专业的、有语言上门槛的职业会有造成冲击。那最后当然就是，任何的工作都有前端发想，开始啊，这有需求。终端的执行，最后的运用，那我们认为终端的执行将来都是 AI 了。所以前端的发想涉及到人的思考策略，后端的运用涉及到人的温度，怎么样去达到这个市场上的需求，这个还是我们自然的人，非机器人所可以做的，好不好？那 我这边就先简单问一下，你们认为你们目前的工作上面会被 AI 影响的，请举手。嗯，好，很好，很多嘛，对不对？有人跟我说他都不会，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用修图软体啊？”有吧？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履历表寄过来，你是不是还要问问你这个照片有没有修过图？其实都有了，好，这个冲击已经大到无人可以逃避。好，那第二个重点，我们今天要讲的特别是 AI 是不是可以消除偏见而创造一个公平的求职环境，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广泛的使用 AI 在很多的企业征才上面了，聊天机器人，这个有这个 百事可乐L'Oreal 他们都在用性格测验，这也有像 Tesla 他们做性格测验，用 AI 在做找他要的那个性格的人来做他公司的事情。那这个微表情的观察系统，包括像希尔顿集团啊、联合利华也都是用这样子。所以当他在跟你面谈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 AI 系统去录，然后看你的表情上，他去找他要什么样个性的人。然后当然另外就是求职配对。好，那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厉害的这个机器运算之下，你认为这样面试的结果，我们是会让所谓的偏见歧视降低，还是仍然难以避免呢？你觉得会降低偏见的，请举手一下。你觉得一样的，请举手一下。哦，好，我们看一下。我个人觉得说，到底是消除还是延续，甚至于恶化？其实呢，很简单来说啦，这些偏见的问题是在于人。但是机器的设定也是来于谁？人。对，所以问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对公平的定义不一样。如果一个公司他觉得说，我这个公司就是很辛苦，我需要长期的工作时间，所以我就是要男性，这是不是偏见？这是的。可是当他在设定的时候，他怎么去设定让 AI 帮他选择的时候，就去选一些这些可以长期工作或者体力上比较能负荷的，这个偏见还是会存在，不会因为 AI 结果我们就消除了偏见。原则上呢，还是在于我们怎么样跟它设定好，然后它的运算结果好。因此我们怎么样摆脱这人为的主观偏见呢？这是我有一些的建议。当然我们的法律事实上现在是不是到位，我不敢说，可是将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就是要察觉以及纠正，因为你设定了什么样的一个运算在这个 AI 里面，这绝对查得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可以了解它的设计里面是不是有偏见有歧视的存在。第二个，我们会要求它要做适当的揭露，也就是企业主他怎么样去设计他的面试
怎么样去设计他的选材，法律是不是在比方说受到有员工的举报的时候可以要求企业主他要有一个揭露，这个也是一些做法可以参考。也就是简单来说，因为我们就业服务法里面有规定是不能够有歧视，而事实上怎么样来界定这些歧视呢？我反而觉得现在很困难。你怎么样说我没有歧视他的种族或者他的政党倾向是不是工会会员等等，这个有时候现在你很难查得出来。将来如果用 AI 来做这些面试真才的话，其实这个设定就是昭然可揭了。好，那第三个，未来 AI 是不是能够定位成基础设施？那这点我一样要请问一下，大家觉得将来 AI 在你的生活里面必定会更扩大使用的，请举手一下，有没有？会，哇，全部都举手了。好，没错啊。但是你来看看哦，生产技术是不是成熟了？是啦。但是取得成本不一定了。好，我也很想要有个 AI 小蜜啊，对不对？那我秘书就哭了。可是我喜欢我秘书的温度啦，话说回来。所以呢，接下来使用者是不是友善，然后维修的成本必要性等等。我觉得这一天必然会来到，可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样的普遍。我们还是必须要去管制它。好，所以怎么样管制呢？因为它所造来的包括武器化，包括侵犯隐私，甚至于包括传递错误的资讯，还有呢加深歧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就以第三点来举例好了，我们就曾经在法院上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照的书状递交给法院里，然后上面引用了一个高院的判决，或者是最高法院的判决，讲得言之凿凿，另外一方面却发现诶，怎么查不到这个判决啊？后来才知道，原来律师是从 ChatGPT 领域去找这个相关问题的判决，但是 ChatGPT 没有办法帮你去判定你这个资讯是正确或假的，他就是把所有网络上面的不管真的假的，他把你综合整理出后产出一个结果。所以人为上面的所谓去 verify 去校对去厘清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常遇到过人家就在群组上转了一个资讯，然后你就说哈，真的吗？很可怕， COVID 又爆发了。先去查一下，也许这个资讯是错的，也许是 outdated， 是很久以前的。我们现代的人在 AI 冲击之下，至少你要学习有查证的动作，好吗？好， OK。 那再者呢，我们还讲到说，是让 AI 造成我们一种叫做 prisoner's dilemma， 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已经被绑住了，我们发明了它，结果我们自己变成囚犯。因此在2023年的时候，有1800位科技界的领袖签署请愿书，要求暂停开发 AI 系统6个月。因为太过竞争了，而且法律已经跟不上它的监督了。这样子带来我们是巨大的好处吗？当然有。可是也带来了一些风险，是我们自己甚至于还不晓得的。好，所以怎么样去监督管理呢？我们也觉得有几个领域上风险特别高，其中包含危害我们人民健康生命的交通方面，在这刚才讲到的就业劳动市场方面，还有私人的公共服务方面，比方你的信贷将来真的没有办法，就说哦，因为我品性良好，所以你多给我一些增贷的空间了。好，再者法律上证据的可信度，就像我刚才讲的案例。好，另外还有一些证件什么，你想想看，在 AI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下，你确定你拿到的身份证是真的吗？好，很大的质疑的空间。好，第五呢，那我们怎么样建立法律规范？
让我们人能够与 AI 共存。好，目前国际监督的状况，我举美国跟欧盟给大家参考，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好，第一，美国方面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受到不安全或者无效率系统的侵害。好，第二，我们不应该受到这些演算法系统的歧视。第三，就算我们愿意用 AI， 我们的资料不应该被滥用。第四，我们有权知道你什么时候在给我的是 AI 啊，你什么时候在跟我获取我的讯息去供你的 data 使用。最后，我们有权选择我要退出。好，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完整的。我举一个简单，我们的个资法。好，台湾有个资法，大家都知道嘛。从前你会觉得干嘛这样，反正你去买东西你一定会给他资讯啊，但是现在我们了解是有必要的，很简单但是非常有必要。他要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使用你的个资，什么样的用途限制之内使用你的个资，你也可以要求他把你的资料从他的系统里面删除。好，那么欧盟方面呢，它的比较 general 哈，但是我觉得它的规范也很好，它是以风险以及危害的程度来做分类，所以他认为说，除了是这样子要分类以外呢，按照这个分类，你要进行注册以及监管，啊，而且呢，如果是有侵害到人的自由跟权利的部分的话呢，那或者是造成歧视的话，那是一定会被禁止的。好，那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各位觉得我们的政府数位化到位了吗？嗯，有啦，我们有唐凤部长，我们以她为我们的女神，但是事实上真的是不够到位。好，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劳检局他到公司里面去查你的工时记录，工时记录有比较开放哦，哈，你可以用写的，可以用打卡机，可以用一些这个电脑的制度。但是当他去查你的时候，他对于你的工时记录却要求你要印出来给他检查。现在还要用纸把它印出来，然后让他带回去检查。好，那我这边讲的话等一下会上网，我搞不好我也会被纠查，好，对，但是我实在觉得这是非常不环保的行为，也是我们政府不够数位化的一个证明。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以美国跟欧洲为借鉴，包括网络的安全、物联网等等、数位财政，还有专职的机构，以及像这样持续讨论的一些机制，这个都有利于我们怎么样去善用 AI。 好，那最后我给一些职场新鲜人的建议是，你要熟悉这些新科技，它不会完全取代我们的人啦，好，但是它可能会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好，再者我们一直讲终身学习是个快乐的事情，活到老学到老，我到现在我还喜欢去学什么 Photoshop 啊，什么东西是为了好玩，哦，但是新鲜人不能够再这样想了，你的终身学习是必须，否则你是没有生存的空间。那最后呢，我要讲到的是 AI 再怎么强，我认为它是没有温度的啦，哦，就像我们常常讲，我们律师要做的是有温度的律师。你会希望哪一天你必须上法庭的时候，由一个机器人来帮你做答辩攻防吗？你能相信他吗？你把你自己私人的一些事情告诉他以后，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把它变成大数据而传送上网呢？好，所以个人的社交能力，我相信还是职场新鲜人必备的一个技能。啊，最后我今天所讲的很多都是从 AI 系统里面找的资料，好，如果有错误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谢谢马律师的这个分享哦。那律师他提到了 AI 的技术用在员工的管理、员工面试上可能遇到的风险，还有 AI
AI 的偏见到底要如何避免呢、啊？它也比较宏观的来看整个 AI 监管的必要性，还有我们也它也介绍了美国跟欧盟在 AI 监管上的一些做法，那也给我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很实际的一些建议哦。那我们再次谢谢马律师哦。好，那我接下来会介绍我们的第三位的语谈人哦。哦，那在介绍之前，我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我们的线上会议室有大概有100多位的线上参加者一起在参与哦。好，那我们的下一位讲者是薛成泰薛博士。那薛老师他已经是退休教授了，他退休于台大的社会学系。那他过去也担任过台大国发所的兼任教授。那除了这个教职之外哦，那薛老师过去也担任过行政院的这个政务委员，以及中华民国人口学会的秘书长、行政院人口政策的委员会委员、台湾人口学会的常务理事，还有台北市社会局的局长等等哦。那老师的专长包括社会阶层的流动、家庭、人口学、教育社会学等等。那我看老师今天帮我们做的这个简报分享的题目设定在 AI 与人类社会的未来，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薛老师。薛老师请开始。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吧？好，主持人、各位语谈人以及现场与远端的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啊 AI 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为什么把标题谈人类社会未来，而不是对于未来工作的改变？因为我认为工作将于未来，它的定义会跟现在很不一样啊。也就是未来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做生产力，这些恐怕都会先受到挑战。好，下一张。我先引用啊，这个2017年李开复跟王永刚啊，他们的一本书《人工智慧来了》哈，他有一段话是将人类的历史6000年如果浓缩成为一天，那么他这个时辰会是怎么样的发展？好，我们很快看一下。当凌晨的时候啊，是苏美人、古埃及人、古代中国人在凌晨发明的文字。啊，就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啊，是凌晨。过了24个小时，就晚上点钟了，中国北宋的毕生发明的印刷术。好，然后再过2小时30分，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欧洲人发明的蒸汽机。好，后面的红字是我加上去的。那么我后面加上去什么呢？就是当年啊，当时的地球的人口数以及大约的时间啊，让大家也看看说我们每一个科技的发展对于多少人的影响，那么它的时间点在哪里。好，那再过了到了晚上11点15分，我们地球开始有了电力啊，电力那时候人类是有20亿人口啊，大概在1930年。到了晚上11点43分开始有了电脑啊，那么那个时候地球上有30亿人口，时间大概是1960年。到了晚上11点54分开始有了网络，那个时候地球有53亿人口，时间大概是1990年。到了晚上11点57分互联网普及了，人类已经达到70亿人口，那么大约时间是2010年。到了晚上11点59分50秒啊，人工智慧到来，那时候地球有76亿人口，时间是2017年左右。好，这是这个李开复跟王永刚所写的。那我又再加了一个哈，又过了5秒钟。好，我们讲说生成式的 GPT 出现了哈，地球这个时候有80亿人口，时间是去年哈 ,2022 年。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类历史、文明的历史这样浓缩起来，我们大概还剩下5秒。好，下一张。所以我相信最后5秒人类会有更多的发明。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我们在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只剩下5秒人类就会终结掉吗？我们现在常常有看到的人类的终结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论述啊。另外一个是最后的5秒会进入另外一个时空的计算，也就是说这个5秒啊它可以无限制的拉长
啊，那么进入另外一个时空的计算。好，这个问题是人类会走向一或者是二啊？像我这个年龄人，也许不会经历到了，但是我相信今天参与的这个年轻人将会看到人类会走向一或者是二啊！我不晓得这叫幸运啊还是不幸运。下一张。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AI 究竟有什么特质？啊，我们这个它的演化我就不说了啊，我把它综合成为三项特质。第一项是资料的储存超越人类的记忆，啊，我们的记忆再怎么样都没有啊现在的这个资讯发展那么快。我记得，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才买的第一台那时候的那个 PC 啊，桌上型电脑啊，还是什么3286哈、啊、那种的电脑，萤幕还都是那种那个黄色的字的，记忆只有64啊，64K 还是多少的啊，我都忘记了，而且当时的价格啊相当于台币大概要6万块钱啊，那么现在已经不得了了哈。那么演算的速度，第二项是演算的速度是超越人类的智力，第三项是自我学习超越人类的惰性啊。这是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AI 的特质，至少到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项。好，下一章，在这三项特质的情况之下，那么人类面对 AI 的时候啊，多数人他想的是什么？他想到 AI 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事吗？啊，如果 AI 不能为我们做什么事，我干嘛要去创造这个 AI 出来啊？好，我又综合了三项。第一项是不会顶嘴的助理，他会帮忙你处理作业，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啊，那如果你是在工作人，你是已经在工作了，就会帮你处理事业啊。如果你要谈恋爱呢，他是否能够帮你谈情说爱？诶，我打了个问号啊，这一点呢、啊、可能这个 AI 也必须要挑战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是不会大小便的宠物。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人，我们现在光在台湾呢、啊、有登记的狗跟猫哦，有去注册的就已经超过我们六岁以下所有的人口啊。你就知道大家现在宁愿养宠物啊，也不一定愿意生小孩。好，那么但是养宠物很麻烦啦、啊、光是个大小便啊就让你是最头痛的。那么将来 AI 呢，它其实可以当成宠物，它有疗愈作用，又能跟你作伴，但是它不会大小便啊。这是人类想要这个 AI 成为有宠物的功能。第三个呢，这个我们也希望 AI 能够帮你处理家里面的事情啊，它是一个不会虐待老人跟小孩的管家啊，会让我们呢没有后顾之忧，你想要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你想要去工作就工作，那么 AI 多好了哈、啊，能够帮你家里所有事情搞定。这是多数人想要的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好，如果是政客呢？啊，当然这是我另外有写了一个，是能够运用 AI 的科技来征服其他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星球。好，下一章。好，那么根据以上我对于 AI 的这个特质的分析，以及人类他脑子里面想到 AI 能够为他做什么，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下呢，我认为啊，短期间它会对这个社会的冲击啊，是有我写了六项了哈、啊。那么当然有的好像比较正面，有的比较负面。我讲的短期大概就是20年之内啊，也许10年。第一个，电子通讯载具跟交通的工具啊，将是日新月异。因为有了 AI 的帮助，我们电子通讯呢、啊，现在电子通讯最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人手一机嘛，哈、啊，年轻人大概2年都要换一只手机了啊。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是年轻人换下来之后，我们就用它旧的。现在最担心什么？就是忘了带手机嘛，或者是手机啊不小心丢掉了。这是当代人类最 panic 啊，就是最让你焦虑的事情。好，那么有了 AI 之后啊，大家想想看，我相信在未来5年啊，这个载具可以不需要了，它应该会跟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啊，让你走到哪里，你那个手机的功能啊，不一定是手机本身，就手机的功能就会跟你在走啊，不管到哪个地方。这样的话老人也不会走失嘛，如果老人没有带手机，你更无法定位，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是电子啊通讯载具还有交通工具啊，
那么将来要征服的不只是地球的交通了啊，甚至到月球或到火星都有可能。第二点是和土地相关的产业屹立不摇，跟土地相关的啊，特别是吃跟住。你再多的 robot 啊，它可以不吃，但是我们要吃啊。哎，你要有住的地方啊。我们讲食衣住行，但是我讲的吃跟住啊，那个行是前面讲了哈、啊，那个行将来是不一样。那为什么衣我们就不讲了、啊？将来啊，穿衣服这个东西啊，服装也会有很大的革新了、啊。说不定将来根本不需要穿衣服，它只要喷上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染剂哈、啊，它又可以随时。这个冬天的时候就会变有温度，夏天的时候变得凉快哈、啊，然后又可以改变颜色，会随着灯光而改变了。这我相信将来一定会这样子走啊。那么它也许也是一块布料而已啊，或者是很简单的东西。好，那第三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生的是颠覆目前的学习方式。所以第一个学校教育一定会摇摇欲坠啊，很快就瓦解了啊。我们还好，我退休了，大学教授哈、啊。一定会受到挑战的。我们大学教授再聪明 ,99% 的人都不可能具备 AI 的那三种特质。我们顶多只有他一个特质。啊，要写一篇 paper,AI 这个十分钟帮你搞定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搞定，因为他可以他的这个语言能力是比我们任何一个教授都强的啊。那么像今天的研讨会也没有必要召开嘛，对不对啊，你要从哪个观点，这个现在的生成式 AI 都可以告诉你哪个观点对于未来工作会有哪些冲击，一下来就全部列出来了哈、啊。只是大家会看来那些东西会索然无味了哈、啊。那么虽然研讨会说，哎，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然后大家有对话的，当然我们跟确的那个GPT 也可以对话哈、啊。只是说那个感觉哈、啊，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好，第四点呢，第四点是我最强调的，是各种组织逐步会瓦解。这些组织包含什么？政府机构，甚至政府。大家想想看，哎，我们今天政府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你会发现政府的存在就是你在交通违规的时候被开罚单。你发现政府存在的时候是你五月份要交综合所得税了。其他的时间就是几乎政府都不存在啊，政府不存在的。那么其实现在政府很多的功能啊都可以透过网络都可以帮你解决了。你这样看，在十几年前我们报税多麻烦了啊，现在报税多简单啊。那政府的机构啊有很多都不需要了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缴那么多的税去养那么多人来管理我们，甚至制造问题啊。第二个是银行啊，我就不必讲多了，还有很多的企业都会这样泡沫化了，然后甚至连家庭的定义也会受到影响啊。因为大家知道吗，现在很多人这个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这个生育啊，跟手机是有关系的啊。早期没有手机啊，你会很无聊啊，所以你必须找个实体的人作伴。你今天有了手机之后，你可以上网，你是孤单而不无聊，是孤单而不无聊，所以你很容易把时间打发过了。所以身边有没有一个伴呢，恐怕它的重要性不是那么高啊。好，那么这个组织啊，各位想想看，在12000年前啊，人类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啊，那只是几乎是没有组织的。人类开始有组织是12000年进入农业社会，开始有分工，开始人类跟土地发生的比较紧密的关系，所以慢慢才有所谓的部落城邦啊，然后这个所谓的国家的组织慢慢到今天，甚至有全球化。那这些东西呢，人类的特质就是这个组织的这个越来越严密啊，越来严密的结果呢，它有可能什么？好，在管理上面，它可能会比较有秩序，然后在分工方面会比较有效率啊。那么在生产分配方面呢，可能有一套机制帮你啊，帮你这个调节。可是呢，人类的创新能力呢，哎，有了组织会比较有利，还是比较是个障碍？这个真的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啊。好。第五是，也是现在已经发生，就是健康跟延寿的产业会更重要。因为大家有了 AI 帮你做这些事情，你也觉得要有下一代干什么啊？因为你追，大家追求长寿健康，所以人类有可能是在追逐谁能够成为最后一个 generation 啊，最后一个世代，所以生育率会持续的下降啊。这现在
台湾是降的特别厉害了，但是以全球来讲啊，这60年当中生育率刚好折半嘛，啊，刚好折半，好，所以看谁会成为这个地球上面的最终世代，谁就是赢家。好，第六点是我们将来会面对更严峻的问题，是地球永续跟环境生态，啊，所以你不管 AI 怎么走，人类将来会有一大部分的工作是在维持地球的永续跟环境的生态，啊，这部分呢，啊，我认为啊，就是 AI 不管是从短期或长期来讲，我们都无法去避免这个事情。下一张，好，我们讲长期而言呢，就是20年之后好了。那么人类会开始担心哦，因为 AI 不会可能停留在我刚讲10年那个状况，它会继续的发展啊。那我们知道前几年就有这个我们叫克罗伊哈，这个 robot 啊，大家我相信多少都曾经看过哈。所以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啊，他最后一句话他讲说，哎，他最需要什么？他认为说他还没有灵魂呢。啊，但是这句话才是人类最需要担心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 AI 也好，这个机器人也好，它有了灵魂，我们就麻烦了。为什么？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灵魂呢？我就讲了三件事情啊。有一天它学会照镜子，有一天它会突发奇想，有一天它会情绪失控，你就知道它有灵魂了。好，有了灵魂之后，它会更进一步什么呢？因为有了灵魂，换句话说就是有了自我意识，它会开始瞧不起人类。好，最后呢，他会发展出权力跟占有欲。如果他有了权力跟占有欲，就像现在很多的政客，就是权力跟占有欲，人类就有灭绝的危机啊！啊，其实国家有灭绝的危机，都跟领导人权力欲跟占有欲是有关的啊。那将来是这些 AI 机器人，他有了权力跟占有欲了，是人类有灭绝的危机。好，下一张。好，这张图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前啊，那有经历过好几万年啊，那我们的生产方式就是主要是狩猎跟游牧嘛。那时候人类从来就没有想过，哎，我们有一天可以统治这个地球啊，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我们连猛兽都没办法去对付它啊。所以人类之所以今天能够统治地球，我们有些特质，那些特质就是自从农业社会之后啊，慢慢发展出来。我刚讲那个组织，我们开始会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把我们累积的这些经验成为预测问题的能力啊，这是人类很重要的特质，就绝大部分动物都做不到啊，所以今天人类才有可能统治这个地球。好，那将来我们有了 AI， 那么它如果有一天它的能力超越地球，超越我们人类，那会怎么样呢？我想这就是最大的挑战哈。下一张啊，我用这个电影的一个画面来啊，这个都是在一个1999年一个2016年的啊电影的那个海报啊，我们会不会走向他们当年啊所预测，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谢谢各位。谢谢薛老师。好，那谢谢薛老师用很不一样的观点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那特别是把这个6000年浓缩在24小时这样的一个论述啊，那我相信我希望5秒钟之后，我们是选择第二个选项，也就是我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而不是人类的一个灭绝啊。那老师也提到 AI 超越人类的惰性哦，那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惕。那另外距离退休对我来说还有一小段距离哦，所以我现在也开始焦虑了起来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邀请我们最后一位讲者哦，魏聪哲博士。那魏博士目前是这个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三所的副研究员，那他同时也兼任中经院的日本中心的主任。那他目前是日本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地域研究所的客员协力研究员。那这个魏博士他过去也曾经担任过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还有这个任职于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哦，担任这个科技经济组的研究员，还有在日本的九州大学经济学部气管系哦，来担任这个助理哦。那我想，这是今天唯一我们的这个讲者哦，语谈人会从这个比较经济的面向来看这个 AI 的课题。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魏博士，魏博士请开始。那
那主持人还有各位羽坛的先进，还有线上及现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那我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魏聪哲哦。那我现在是在日本立命馆大学担任这个客座研究员。那日本中心主任我已经在2月大概是卸任。那现在主要是在日本做一些跟日本大学做一些研究。那有关这一个人工智慧是不是取代这个未来工作这个议题，那刚才有大概听了各位先进各位老师的一些看法。那我来看就是说答案大概应该是确定的，就是说 AI 其实大概就是会改变人的一些工作。那无论这个 AI 是要来辅助人类或是说要取代人类的工作，那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我这边的话会比较从经济面或产业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些概念啊。那还有我们过去做的一些调查齁。那其实我们最近看的一些像今天股市的话，全球股市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大概是明天那 NVIDIA 那辉达他公布的财报是不是会如何，因为他做的是 AI 晶片，大家非常关注这个东西。 AI 晶片未来就是会影响包括台湾还有整个全球，然后也是日本的产业的一个发展，那大家都想要这个 AI 晶片，然后可能做成伺服器，然后来应用到很多产业，包括制造业或服务业或是其他的一些社会的服务一些层面，那其实我在日本也观察到像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说，那 AI 会不会说是去取代一些基层的一些演员像 Netflix 去抗议，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有看到一些日本的一些讯息啊。那其实日本也有将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偶像明星把它 AI 化，那它的目的就是说，因为这些偶像明星那太热门了，所以他可能身体没办法负荷那么多的活动，所以他希望把它公司希望把它变成有一个分身 AI 的分身来帮他处理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啊，邀约或是在他的 Twitter 可以帮去及时回答一些他的粉丝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是说 AI 来看的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来帮忙一些我们人类解决一些问题，那可能就又扩充了一些服务的价值啊。那其实如果从经济面或产业面来看，目前的现阶段的 AI 的一个科技大概就是比较是正面大于负面。那今天我大概准备了大概十几张投影片来跟大家报告一些比较从产业面来看的一些看法。那首先我们从这个 AI 科技面啊，那当然我们 AI 科技的话并不是从现在才发生啊，才要可能会取代人或怎样。那其实它是分成四个浪潮，大概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2010年到2022年的生成 AI 嘛。那这个部分的话，那60年代大概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逻辑控制程式用在一些工具机或家电嘛。那这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单纯的接受人类的控制，这种机器的学，就是说机器型的 AI。然后到了70年代、80年代主要是说要当时的包括日本政府想要推动这个第五代的电脑计划，他想要建立一个专家知识库，那能够他建立一个强比较超类似超级电脑，然后可以回答人类所有的问题。可是这个那时候因为有一些包括晶片的技术还有一些数据是大数据，这个都还没有嘛，所以他是失败的。那到了2010年那就有所谓的这个深度学习这一个技术出现。那这个技术的突破点主要是说它诉求的并不是要当人类的上帝去帮人类解决所有问题，它是要就是说协助人类来做一些人类就是说一些比较常规型的活动啊。那它这时候就是比较被称为弱人工智慧哦这个部分。那它可能有可能去取代就是说取代人类去做一些部分的一些工作，那并不是完全取代人类所有的工作。那这时候的 AI 在2010年这个深度学习这个 AI 大概就是说它的一个模式特征大概是学习
学习或模仿人类的行为，并不是要超越人类。那到了2022年，那我们知道这个 OpenAI 公司它开发了这个生成式 AI， 那也获得普及的一个应用。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它可能是就是说它的技术的一个这么普及被应用，主要是一些包括这 NVIDIA 的 GPU 或是一些大数据库都已经成熟了，让它能够去很快的去活用所有的很多的数据，那变成说它要去落实一个所谓的强人工智慧啦，这个发展就通用人工智慧，不是只有帮一些蓝领阶级啊，或是说产业现场去解决问题，它反而是想要落实到白领阶级还有一些社会层面来应用。那这时候的 AI， 那可能就是说可能它的一些效果的话可能会有创造能力，那可能会超越人类去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或是说人类可能要跟他合作或是说接受他指导，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大概我们来看，就是说 AI 的科技发展大概是经历了好几十年，那可以分成四个浪潮。那我们比较关注的说人类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或是说跟 AI 合作，大概是着重在2010年跟2022年这两波的这个 AI 的科技。那2010年叫做第三波的 AI 科技嘛，那2022年这个是生成 AI， 就是第四波的 AI 科技，也就是 ChatGPT 出现之后它所谓的一个第四波的 AI 浪潮。那它可能就是说是一个强人工智慧的再起啊，就是说第二波的时候失败了嘛，那第四波它因为有一些包括 NVIDIA 的 GPT 或是大数据网际网络的一个技术的成熟化啊，不过这个有待观察，生成式的 AI是不是会取代人的工作，那要看它未来的演化。那它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它去汇集大量的一些网络的一些文字讯息啦，或是一些数据，那这个品质高不高，是不是正确的，那所以它还是会变成有一些回答是不正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想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产业面比较受 AI影响的大概是在这个深度学习，就是第三波的这个部分。那第三波的浪潮的话，这个深度学习的 AI 主要是结合机器人来协助人类提升工作效率或是品质或决策速度，这个是对产业面影响最大的部分。那我们看 AI 机器人，大概 AI 要结合机器人，这是第三波深度学习 AI 浪潮的一个主轴了。那我们从这个投影片大概就是说人工智慧要结合 AI 嘛，那让机器人更 smart， 机器人就是一个身体，那它可以去连接一些其他一些装置，那来服务人类或是协助人类去做一些解决一些比如说重劳动的一些问题啦，或是说它人类可能要做一些加持服务嘛，这个都是一个它的一个协助产业面的一个方向啦。那我们看一些机器人的科技趋势，那如果过去的话就是说它比较是单纯的一些能够反复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那结合 AI 的一些科技之后，它可能就是能够跟人类协力合作，那可能它有一些部分的作业可能会做得比我们一般人类还好啊，不过它并不是完全取代人类，人类可能是要做一些其他机器人做不到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那 AI 为什么要 AI 或机器人？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那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包括我们台湾或日本，那其实还有一些先进国家大概都面临高龄或少子化的一个社会问题了。那其实它会带动对经济会影响一些问题，比如说生产力下滑、劳动力不足，或是说老年人口增加啦，会产生一些照顾的这一个需求增加嘛，那还有一些照顾离职问题，比如说子女要照顾一些高龄者，那或是失智症的父母，那可能要被迫要离职这个问题，那这个就会产生对于 AI 或机器人的一个需求。那 AI 机器人可能就是可以协助我们人类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产业面的话，可以协助一些取代一些我们一些人类来做一些单纯重复或重劳动或是人类不想做的一些危险的作业的一个
一个作业嘛，哈。那再来就是说健康或照护部分，那也可能可以协助，包括高龄者可以自己生活了，哈。那还有被照护的人员可以应用一些那个照护机器人，那可能可以辅助他，就是说做帮，就是说做一些比较重劳动的活动，譬如说我们照护人员可能要搬，就是说协助老人，就是说下床然后上厕所嘛，这个都是需要劳动力，可能有时候身体会受伤。那如果透过一些机器人，照护机器人，那如果有更 smart， 那可能可以做得更好嘛。这就是为什么AI 跟机器人，为什么就是说从2010年之后开始运用到产业界或是服务业，或是一些高龄照护的一个重要性。那这是一个案例，也就是说那我们的这个会议的背景就提到说，那 AI 机器人是不是能够用到高龄照护业，高龄照护行业，那其实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那大概就是 AI 或照护型机器人可能就是说从精神面或是身体面生理面都可以来协助要被照护的人，或者要照护提供照护的一个人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功能嘛，齁。那再来就是说，那 AI 科技对于劳动市场影响，那这个是今天的主题啦。那大概我们的观察就是说，从经济学上来观察，就是说过去科技的进步可能，从这个工业革命开始，那可能就是说出现能够创造大量的雇佣人口。可是当年代电脑出现之后，它所创造的这个雇佣人口越来越少。那加上我们迈入2000年之后，很多国家都有一些缺工的问题，因为高龄化或少子化。那如果雇佣人口越来越少嘛，那可是就是说跟高龄少子所引发劳动人口减少的现象来相抵扣，就是说这个部分那还是会发生一些短期的会有失业人口增加。可是这个失业人口增加的这个问题的齁，是可以透过时间来被淡化的。就是说我们人类并不是机器人，我们人类会因为譬如说我们失业的，我们可能会去想说我们为什么会失业，会去做一些新的学习或是在职训练的，那可能我们会找新的工作。那这个失业问题就是说还是会被解决，可是需要时间。那目前我们的对策就是说，如果是政府或产业企业界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要让这个阵痛期失业人口发生的这个时间或人口数，要让它这个问题要怎么把它就是说把它舒缓，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对策。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做过一些调查，就是说比如说产业导入一些 AI 或机器人对于社会经济的短期的冲击啊。那第一个其实是法律规范。那刚才那个马老师也有讲过，大概就是法律是很重要，你要导入 AI， 其实它会冲击到很多现行的法规了，齁。那第二个才是说是可能会取代劳动力，或是说就是说能力转型的问题啦，失业人口问题，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齁。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产业导入 AI 或机器人可以解决主要问题。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如果从2010年开始这个第三波深入学习的 AI 结合机器人的这种科技，第三波的 AI， 它主要是正面多于负面，主要是填补这个产业界重劳动人口不足的问题啦，齁。那可是它不会引起就是说长时间或大量失业人口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的包括很多先进国家的劳动力都是不足的，所以 AI 是可以帮忙产业界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重劳动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第四波 ChatGPT 这个生成 AI， 那它可能会影响的就是说不是只有产业面现场的一些像是蓝领或浅蓝领阶级的劳工，那它可能会影响到白领阶级的部分，那包括一些就是说一些比较高阶的工作，譬如说律师、会计师啦，或是甚至一些作家等等，或记者，那都有可能。那我们有就大概就是说有参考一些，譬如说麦肯锡他是有做过一些分析，那 AI 他可能是不是会取代人类的工作，那怎么取代，那其实他把人类的工作大概分成自动化，依照自动化的潜力分成七个等级啊。那如果从这个投影片来看，那我这边来看左边是自动化潜力低，就是比较
没有办法 routine 的，就是非常规定型 non routine 这个部分是，就是说第三波 AI 就是机器人这个部分比较难取代。可是它2011年开始这个第三波的机器人 AI 的话，它可以取代比较是重复性的一些 routine 的常规定型的工作作业了，那包括一些物理性的作业或是处理数据、收集数据了，那可是如果一些比较复杂性的工作，它可能就还没有办法取代。从这个机器人的角度，如果是到2022年刚开始，就是说去年刚开始这个生成式 AI， 它可能就有可能去取代，比较是 non-routine 这一个非常规定型的这一个工作啊，譬如说需要沟通协调啊，或是说专业知识的这个部分，它可能慢慢会去取代，就是人类部分的一些工作。可是它对于这一个比较重劳动的部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这两张图，它的这个影响对人类工作取代人类工作内容影响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那对于如果我们人类的工作的部分工作内容如果被取代的话，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或产业面角度来看，那其实是不一样。那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就有所谓的要课征机器人税，那课征机器人就是说因为会取代劳工，让失业增加，所以我要向导入机器人的企业来课税。不过这个法案在研议的时候受到很多产业界的反对了，那其实你这样来做的话，是不是要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就是变相惩罚这个使用自动化的企业呢？那我们台湾业者，我们有去做一些调查，其实台湾是没有这个失业的问题的，只有缺工了，特别是我们很多产业现场都是用外劳，那可是外劳有一个限度，所以我们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产业现场急需要自动化，怎么就是说我们劳工部分的一些重量需要来用这个机器人或是说一些自动化的设备了。那政府的税收是应该不应该征税啊？就是把税收拨一个部分，就是说来补助一些人才的转型，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部分产业现场人才转型，怎么样去控制这些自动化机械，或是说怎么跟塑造一个人跟机器人或是产业机械合作的一个环境，或是管理能力，培养他的一些管理能力，这个智慧机械管理能力，这才是一个真正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对策。那再来就是说导入 AI 机器人对产业转型的需求，大概AI 机器人导入之后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来跟这些 AI 或机器人来共存然后合作。第一个就是主要是系统整合人才，那第二个主要是问题解决人才，这是产业界比较需求的部分。那这一张投影片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让人才转型变成一个问题解决型人才或者系统整合人才，然后还要塑造一个人跟 AI 或机器人可以合作的一个制度环境，这两个环节才是人才跟环境的部分是才是最重要的。那最后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说那 AI 科技是可以带来人才产业人才转型的契机的。那如果从一些经济学角度来看，从自由市场机制来看，那人才转型是需要时间与振动期。那我们刚才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说科技的发展，那它会有不连续的创新这个特质，那当然会造成一些短期的失业。那我们的对策就是说要让这个短期失业的时间减少，然后并减少当期的短期失业的人口，那这样才能够让社会的问题去获得一些舒缓。因为失业人口如果长期存在，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说社会面的产生一些社会的贫富不均的问题了，这个部分还是我们政府要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说企业面怎么去提前进行人才转型布局，如果你不做一些人才转型布局，那可能就是说你的一些好的人才会外流，那你的中间人才可能会低薪化，那第一线的作业人才可能就会被机器人或是 AI 都取代，这个问题会出现。那这个如何制定这个人才转型的配套政策啊，才能这个让我们提升能力啊，那我们薪资也可以不会变成低薪化，反而有提升的一个效果。那最后一张投影片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做的话，从这个左边
这一张投影片的左边来看，我们如果不做的话，你会有高阶人才流失，那中间层就低薪化，就是那比较是现场人员，他可能就失业了。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配套措施，人才的转型配套措施，那我们可能就可以让培养一些高阶的人才去管理这个 AI， 甚至研发 AI。那中间的部分，我们就要塑造一些人跟 AI 或机器人的合作的一个环境，甚至能够制定一些 AI 人事管理制度，我们跟 AI 怎么去合作，机器人怎么合作环境，并不是要排斥它，就是说跟它合作，然后创造更高的一些附加价值，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方向。如果是在现场的部分，那可能比较是重劳动或者是重复性高的一些工作，就交给 AI 或机器人来做。那我们的现场人员比较是蓝领级的人员，那我们可能就升级去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工作，那管理机器人或 AI。比较低阶的 AI 的一个工作，那这才是符合整个一个我们因应这个 AI 的浪潮的来临，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产业人才转型的一个对策，这是我们目前所思考的一个方向。那也提供给今天的与会者或是各位先进来参考。那我的这个报告今天的报告都到这边结束，谢谢。好，谢谢老师。好，那我们现在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座谈。那是不是我们请马律师到我们台前来，我们在这边一起谈。好，那我先谢谢这个魏博士从产业面的分享哦。那他在分享当中其实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论述，就是可以透过所谓的苛征机器人税来救济这个失业的人口啊。那其实我们也从老师的这个的简报分享当中知道，失业问题其实未来可以透过时间来做一个缓解。那另外他也就政府还有企业在因 AI 科技发展上可能在人才转型上会需要一点时间，还有可能未来会面对阵痛期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哦。那我们再次谢谢老师的分享。好，那在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座谈的时间了。那也欢迎这个各位的线上还有现场的与会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去做这个发问哦。好，那我想从今天的所有的与谈人的这个谈话当中，我们确定啊，我们大家已经都100%确定，看起来是 AI 未来在发展上对于劳动者，对于这个未来的工作，会已经或者而且在未来可能会持续的带来这样的一个改变。那这些改变有可能是挑战，它也可能是一个机会哦。那其实我看到的是很多人都对这样的一个 AI 产生了一些恐惧感哦。那其实我想到大概是20年前，其实在20年前的这个所谓的电脑资讯化革命哦，它其实进入到这个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提高了很大的一个生产力哦。那我想过去已经也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变革哦，科技带来这个工作上的一个变革，那 AI 也是一样有类似的一个状况哦。那我倒是很想要请教各位与谈人哦，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在探讨人工智慧的时候，总是要用这样取代人类这样的一个叙述方式来去做一个陈述哦？那这种感觉很像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威胁，到底是怎么样来的？那我想我们就依照这个刚刚的这个演讲的顺序哦，那我先请孙教授来分享您的看法。好，我们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哦。那就这方面，我自己提供我的观察啊，那第一个为什么都会用AI 或者是机器人取代人类来做这样的论述？那第一个当然容易引起比较大的关注啊，这是就媒体操作的角度来思考啊。那第二个基本上就是那我自己观察到，我自己就是在教 AI 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应用啊。那大多数对于这样的论述是目前为止是高估。这个高估这个 AI 的能力哈。那之前这个我们与谈人也有提到哈，这个目前的 AI 都还是在弱 AI 的层次。
目前都还停留在弱 AI 的层次。那现在人类都把好莱坞的情景带进来，但并不是说强 AI 不会发生，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迹象，所以大多数的媒体是把强 AI 跟弱，把强 AI 的情境来威，这个带进我们的这个媒体里或论述中，那事实上就如同前面老师所提到的，那 AI 现在是你可能把它当成是一个辅助驾驶这样的观念会比较正确啊。那另一方面，也曾同前卫老师所提到的啊，刚好它弥补了我们目前缺工的那一大块啊，因为我们现在刚好高龄化、少子化啊，它弥补了那一块，所以刚好达到了某种均衡啊，有可能会达到某种均衡啊。那这个是一个方向啊，那供大家参考。你赞成刚才老师讲的，事实上是弥补了。我们如果用比较 positive thinking 来想的话， AI 是毕竟我们创造它出来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不愿意做的。刚才有一位老师讲到说，如果你有养一只狗，但是它也不会跟你闹，不会跟你吵，我就想到我家那只狗会跟我情绪勒索，对不对？那我想，对呀，那如果有一只 AI 的狗，那它可以让你虽然是孤单，但是不无聊，也许这就是一个弥补的一个正面的效果。所以取代只是因为有时候有些人用一些词句，现在的媒体也是这样子了，比较会比较戏剧化的一些用词，这样大家比较会注意这个议题。好，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确实已经唤醒了大家的觉醒了。好，以我自己在事务所来讲，因为我做主持律师，我现在要做很多是训练律师的工作，有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讲一遍讲两遍讲三遍它还是一样。那同样刚刚老师有讲到 一句话，简单来说就是纪律。好， AI 的这个纪律会胜过于你自己人类的毅力，我觉得这也是同样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运用 AI 来帮助我对于律师的这个训练养成，可以变成是一个强化的工具，这是我可以努力学习的地方。好，谢谢。好，那薛老师。好，其实不管这个人类的几次工业革命了哈，就是我们就泛指我们的这个创新跟科技的发展，其实不外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高生产力，第二个就是要为人类服务啊。但是谁在做这个事情，往往是强国。所以通常强国是这样子讲啊，但是呢它最重要是要取得，它就是像美国一样啊，要再次的伟大，永远的伟大嘛，所以它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它会回视他自己，也就是说你发展这些东西之后，他对他国内的这个不管是劳动力也好，工作组织各方面也会带来一些冲击啊。但是放心好了，他们又会发展出另外新的一套东西来，又继续维持他的伟大。所以人类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不断的创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动力。至于对人类整个发展的历史而言是好是坏，说真的还不知道啊。我想先简单这么说，但是总而言之啊，现在 AI 的发展啊，我们讲取代人力也好，我刚讲是工作的定义会改变。我们以台湾来讲，台湾的劳动参与率哈，我们讲劳动力参与率是讲15岁以上的人口，只有 58%， 也就是 42% 的人是没有参与劳动的。家庭主妇、退休人口或者是小孩子在念书等等这些哈，我们将来真正的需要去参与劳动的可能只剩下 25% 了，还会再折半。那其他的人呢，就会像我现在退休状况一样啊，就是好像有在就是没有。我现在退休哈，我们讲简单的讲，退休啊，如果你是健康，那么你是个无业游民。如果因为你健康，你没有工作，但你会到处走，所以你是健康状况是无业游民。但有一天你失能了哈，就 disability， 你就变成居家的难民。然后到了有一天你卧床了，你就变成医院的移民啊。那么所以将来呢，我们人类大概有75%的人呢、会往这条路走啊。但是他仍然在供需方面呢、我相信以人类的创造力来讲，还不至于像
啊，很多人没有得吃的啊，这个很多的生产力啊，它还会持续的提升哈、啊，特别是 AI 的加入之后啊，我这个是我对于这是我的解释，谢谢。好，谢谢徐老师。那魏博士，是那有关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那 AI 是不是一直说为什么要取代人类的工作？那其实我最近在日本有观察到，那他们在疫情之后其实都数位化了，那工作的一个形态或环境也都混合化，就是说有时候是在家工作，有时候是到那也有慢慢回到这个公司来工作，那其实是一个 hybrid 的这个混合的状态。那未来就是说，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今天的这个主题是 A 人工智慧如何改变人类的未来工作，是改变未来工作，不是要取代人类的工作。那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人类工作是多样化的，有时候不一定要到公司去了。可是如果你公司人太少，办公室缩小，你还是要控制你在家工作或者在其他地方工作，在更舒适的地方工作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数位化的系统来控制。那这时候就会需要 AI 的科技了。那我觉得还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从疫情的疫后新生活的角度来看，数位化的发展，那其实 AI 未来是要跟人类去共存的。那目前来看，是因为 AI 的科技还没有超越基点了，就是说基点的话，就是你看不出它到底是 AI 还是人类的时候，那目前的话是人类跟 AI 要怎么合作的一个阶段，并不是说要感受它是不是威胁你的这一个阶段，这是目前的看法。谢谢。好，谢谢魏博士。好，谢谢魏博士。好，那我们接续刚刚，其实魏博士在他的这个报告当中有特别提到，这个 AI 科技导入产业哦，可能会导致所谓的短期的失业人口还有低薪的问题。那他当然也就这个政府还有企业可以怎么样去做因应，提出来的一些看法啊。那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机器人税，可能是一个政府可以做的措施。那不过就我们老师刚刚的说法，那看起来是这个机器人税是没有成功的运作的。那这边也要请教一下魏博士，因为可能刚刚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说明，那是不是有其他国家政府在因应上的一个措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那当然，这个魏博士回答完之后，有其他的语坛人可以补充的话，也欢迎补充。魏博士，请。那有关这个机器人税的问题，那这是我们在大概2017年的时候有做过一个委托研究了，那大概有。大概去看了美国的一些政策，对于自动化的这个政策。那因为美国他比较担心，就是说有这个公允嘛。那其实每个州的政策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是看，并不是联邦政府，是他的地方的州想要去落实，议会有这样的看法。不过，到最后有一部分事情，一部分就是事情一段时间就，可能不了了之啊。那其实，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去落实的，因为这个部分的话还是会牵涉到产业面的需求，还有真正的一些就是说真的一些社会问题啦，还是有高龄化的问题。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目前如果它因为导入自动化或是一些机器人造成一些失业，是有没有发生啦？其实目前来看是好像是没有发生过，因为 AI 要取代人或是机器人取代人让他失业，没有这一个因为这样而失业的。那其实因为如果是因为被取代，然后他把他解雇，刚才那个马老师也有讲过，那这个会违反劳基法、你不能因为机器人被取代你就把他解雇嘛、那这个部分其实都还没有。那反而是就是刚才跟大家报告，还是说各国的经验，不论是日本啊或德国嘛，还有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韩国甚至是大陆嘛，或是东南亚，其实他们都还是希望能够导入一些自动化一些科技，那自动化能够 smart 更 smart 的更好，那也可以促进这个人才的一个高，就是说做一些更高附加价值的一些工作了。这个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产业现象。是，谢谢。好，谢谢魏博士哦。那不少其他的语坛人有没有要补充的？好，马律师。我是觉得所谓的加税哦，针对
如果有 AI 的这样子产能哈，有这个营收的，你再给他加税，我觉得对台湾目前来讲，我是并不赞成了。那当然，刚才魏博士讲的那个就是说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但是以台湾来讲，我们的研发我觉得都还不够，对不对？我们投入给研发的补助都还不够。如果你针对这样的产业，你还给他加税，那我觉得可能会雪上加霜。那所以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事实上 AI 的发展，我们是可以搭配一个社会福利政策。举例来讲，它既然取代了我们照顾长照啊这些需求的话，那有这样子的一些需求的人，他平常会耗费多少的人力，对不对？这些人力表示多少的时间，在职场上面的竞争力等等。所以任何一个评估，我想政府有专家可以做更好的评估，哪一个面向需要引进 AI。这样子引进，你花的是多少的钱，但是你可以省下多少资源的耗费，那做一个平衡的考量之后呢，然后再把它运用在一个好的地方，需要的地方。好，那就举例来讲，我常常都鼓励小孩子啊，好，年轻人就说你要把语言学好，但是老实讲，以我们的现在的教育的发展，你要学很多的技能，这变成是也是要很有钱的人才可以去 affordable。 好，那如果我们有 AI 的运用，台湾真的离英语教育啊，就是至少是一个国际性的语言，有那么遥远吗？如果我们引进 AI， 然后善为在利用，事实上我们可以照顾到更多啊，本来需要付出很大的资源才能够获取相当技能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包含基础教育，还包含我们引进国外的人才，都可以从这方面来考量。我会非常非常极力的呼吁说，政府应该引进国外 AI 的人才到台湾来，然后我相信我们台湾人的智力各方面也是可以来做前端的设计跟发想等等，搭配 AI 的运用，然后为我们的未来创造是更好的未来了，而不是全部被取代。那老实讲，都被取代，你不用工作，躺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也蛮好的啊。谢谢。好，谢谢。那不知道另外两位讲者，薛老师还有这个孙博士有没有要补充的？好，这个薛老师，你没有开麦克风。对，好，那个其实我们讲这个自动化或 AI 或 robot 来讲哈，我们通常就是希望它能够取代三 D 啦。第一个 D 是 difficulty， 就是困难度的；第二个是 dangerous， 哈，就是有危险性的；第三个是那个dirty 啊，脏的工作哈，包含就是长照啦、照顾老人啦、这把屎把尿的哈。那么这些工作哈，说真的，原本都是社会比较底层的人在做的。好，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加税，是使用者加税呢，还是拥有这些 robot 的人加税？使用者他本身就是比较弱势所以你就要加税，他就有他的有困难。如果拥有者呢，将来拥有这些 robot AI 的人呢，他绝对是一个甚至富可敌国的企业，政府恐怕连动都动不了他。所以它这本身理念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在运作上面呢都会有困难。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的社会保险，哪一个人不认为是政府在照顾老百姓的？请问现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社会保险是没有危机的？都有光法国到现在还闹得不停为了让那个退休能够那个晚个一两年，你看都会闹成这个样子。因为这个退休金随着人口结构改变，人口老化这个人口老化最主要因素是因为生育率的下降，寿命的延长还没延长那么多，生育率的下降它会凸显老人人口的比例了，这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台湾当然是更快。那这个都会让将来缴税者一定减少那么拥有企业高科技的人他是更少更尖端，但是他的 power 更强，所以这就是在实际运作上面他的一些困难点以上。好，谢谢薛老师。孙教授有要补充的吗？好，您好像没有开麦克风哦。好，针对这个我们几位线上的
朋友啊，有问到一些问题啊，那我这边先回答哈。他说未来有很多工作哈，基本上是人机协作啊来完成啊。那关于啊，关于这个经理人啊，或者是员工做哪些准备啊？那就是学会去怎么样去驾驭这些技术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就像我们当初啊引进的个人电脑哈，刚刚薛老师也有提到，还有其他的啊教授也都有提到哈、啊。你就是学会使用去驾驭它啊啊，那赶快去使用它啊，你很快的就会发现它的啊它对你的帮助啊，以及它的限制是在哪里。那 Margaret 刚刚也问到说，是否啊人类跟 AI 有合作啊一些困难的成功案例啊？那这个很多哈、啊。那现在目前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在医疗的领域啊。那医疗领域像 Google， 它的用了它的 DeepMind 啊，它协助啊这个包括眼科啊，协助外科医师啊，很精准的去帮他预测到啊一些这个病患的一些疾病啊，并且应该从哪些地方下啊着手啊。那这个还有包括在医疗上。在医药上怎么样子的药品配方这也透过以前都很难去解码，那现在基本上透过 AI 都会很快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的解码，像在 Optum Wise 他就用 AI 来找到这个更好的药物，什么药适合什么样的人。那 IBM 他用的这个也用了 AI 技术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对这个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啊，还有包括金融风险啊，特别是在信用风险上面啊，有了 AI 的协助，就不像过去就是很单纯的哈、啊，就是一个大数法则啊。那这个其实啊，已经也有很好的这个啊表现哈、啊。那更不用讲一个最简单的哈、啊，我们现在看到啊，人机的一个协作就是啊，我们现在使用自动驾驶嘛哈。那自动驾驶啊，各位不要忘了 ，AI 扮演的是你的辅助驾驶啊。啊，我们还没有到一个全自动驾驶的一个年代啊，它可以辅助你啊，像各位几乎都会使用在高速公路上啊，那它不管在跟车对线，它会让你的疲劳度下降很多，但并不代表你人可以拿移开方向盘啊。那为什么会看到这么多事故？就是啊，你100%啊只相信啊依赖机器啊，那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社会新闻的事件。但是如果你会使用它，你会发现你在驾驶上。它大大的会降低你的事故的几率啊，会让你开起车来更顺利。好像我自己也使用这个AI 辅助的驾驶啊，那几乎我很常常会撞到墙壁的地方，它都会帮我刹停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应用啊。那至于其他的部分在对法律面呢，就留给我们专家来回复。好，那我的回复到这里。好，谢谢孙博士哦。那我想我们现在先回来，刚刚谢谢老师先针对这个线上的提问来帮我们做了一轮的这个回复哦。那我这边也还有一些问题在跟各位语坛人做一个请教哦。那其实刚刚在马律师的简报当中，他提到不同领域的 AI 的应用哦，确实有监管的必要哦。那这也带出另外一个课题哦，就是说企业透过 AI 来提高生产力这样的一个做法，真的有需要去做管制吗？那我们以好莱坞的罢工事件为例哦，那整个串流影音的产业生态，包括各平台要独家放映影片制作的高成本，而且它要快速的赶快把影片上档，这些的运作的模式哦，也都成为所谓的制片方哦，他们其实都要面对这个。成本上扬还有竞争挑战的一个问题，那他们利用 AI 来降低成本，一定是一个万恶不赦的手段吗？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这样的一个罢工的课题？那我想我们就先从马律师开始。好，因为那个案例的企业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不方便表达对他的意见啊。我就从台湾的法律上来讲，如果你用 AI 来提高你的效能，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而且是一个就是不应该被处罚的行为嘛，我也常常也许啊，就是比较语重心长一点，会觉得台湾的法律就是针对工时斤斤计较，那员工的心态上面。如果也是如此的话，事实上是效率是不会增加的。如果说我们都重视说8个小时，然后增加的时数呢，我们就去申请加班费，这个当然这是法律上保障的，可是呢必须是说你那个八小时里面你的效能都是高的，对，你不是八小时里面你是在打混，然后来用加班的时间去争取加班费，
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真的是有的。那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不能怪企业主，他要用 AI 这个忠诚可靠不会造假的伙伴来取代你的工作了。好，所以简单来回复的话，就是说会造成一些员工他可能会担心被取代等等，而有一些抗争是可以了解。好，不过呢，自己心态上面我觉得有一些也是要调整，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共荣的一个心态，希望把工作做好，希望提高效能，运用 AI 我们的效能能够更好。那这样公司如果说它的产能好的话，这个劳雇之间也就会共荣，而且可以甚至上可以降低那个刚才对老师讲的嘛 ，the difficult, dangerous, dirty work， 我们都不用去做，可以做一些更多好的学习。谢谢。好，谢谢马律师。那其他的老师应该不是这个个案的客户的这个雇主哦。对，那是不是也请其他的老师们来针对这个案例来分享各位的看法？那我们是薛老师还在吗？我现在看不到他。那我们先请魏博士好吗？魏博士请。是。好，不好意思，那就是说有关刚才这个，就是说如果 AI 应用到各个行业啊，那这些行业要不要监管？如果导入的时候，那就是刚才在投影片大概也跟大家就说报告，就是说那 AI 其实有分成第三波跟第四波 AI， 那第三波的 AI 主要是深度学习应用在产业面或现场制造业服务业，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主要是弱人工智慧啦，是辅助人类去解决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不应该要监管的。可是如果是2022年开始这个生成式 AI 这个部分是第四波，那可是现在发生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让 OpenAI 是也就是说节目就是说它的开发的这个行为就是说开发的进度把它放慢的意思，就是说它目前这个生成式 AI他用的很多的数据都是不准确的啊，错误的齁。那可能他 AI 的判断或回答一些问题，或是真的做出一些图形啦，或是动画，其实都是错误的，没有效率的齁。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需要监管啦。那譬如说这些你现在学校也禁止学生去齁，就是用 AI 去写作嘛，或是说你的论文是不是可以用 AI 去写齁，这个问题都是一个那个 big question 啊，就是说 big problem， 就是说大问题啊。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是第四波的部分，是应该要去思考，要有一些 AI 的管理的相关的规范啊，这是应该要去思考的。谢谢。薛老师有要补充的吗？我简单的讲哈，其实我认为企业本身它被冲击弊的几率啊，跟它的严重度会远远超过于这个企业内部本身是否使用 AI 而导致一些员工的失业啊，我会觉得这个企业本身可能就会先挂掉啊，而且说带来的冲击啊，恐怕才是当然它也会让它底下的员工也跟着失业了啊，它应该是一并这样子来谈的，所以它是整体现象，而不是个人的失业啊跟法律上的问题而已。好，那谢谢薛老师的回复。那在我们线上还有一些提问哦，不过我这边再插最后一个题目哦。我想要用换一个角度，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 AI 哦。如果我们把 AI 当作是一个协助人类工作、为人类增能或者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思考如何把这个 AI 转换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哦？那就好像是在10年前，其实我们的行政院的院长哦，陈冲院长，他其实有对外宣示过说，哎，行动上网应该是基本人权这样的一个口号。那有没有可能未来 AI 也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资讯技能？那然后才好因应未来看起来是，会持续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可能会面对到的一个困境哦，那在实践上我们又应该要如何着手哦？那我想我们调换一下这个发言顺序哦。那我们先请薛老师可以
提供一些想法吗？谢谢。我刚刚在我的 PPT 啊上面有讲到说，人类啊，就多数人类最希望 AI 能够帮他做什么？我提出了三项事情，第一项就是能当他的助理，帮他写作业，帮他完成他的事业哈、啊、等等。第二项是他是一个不会大小便的一个宠物嘛哈、啊。那第三个就是可以帮你不会跟你 argue 不跟你吵架，可以帮你看小孩。啊，那个照顾老人的哈、啊，那么我觉得基本的能力是在第二跟第三吧。第一哈，他会有比较大的争议性啊。那第二就是陪伴嘛，啊，陪伴，那么可以啊。第三是帮你这个照顾嘛，啊。第二个当然就是帮你管家嘛，现在已经有很多了哈、啊，很多类似那种，那个可以帮你开冷气、开灯等等的哈、啊，只是他稍微扩充一点啊。那第三是帮你照顾哈、啊，照顾老人、小孩啦那些哈、啊。那么我相信这两个会成为基本功能啊。那至于我讲的第一个，恐怕要有一些限制，或者是会比较复杂。好，那我相信马律师应该有一些看法，因为刚刚您提到有一些基础教育可以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面向是您建议我们可以着手的一个方向。我当然觉得 AI 应该是成为必备的，可是你说是不是变成像基本人权，每一个人一定要享有的？好，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耶，因为我们刚才也我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说 AI 要普及化，还是涉及到它的基础设施是哪里？好，比方它的费用。对，所以如果说我每个人都说，那只要我家里有老人，那我就可以申请一个 AI 的机器人来做长照，那这可能对政府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预算。嗯，那不过我觉得是每个人可以简单使用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种到了父亲节啊、妈妈节啊，小孩子不写卡片给你啊。我现在今年我就跟我小孩说，为什么不写呢？你叫 ChatGPT 帮你写啊，写完了以后你再改一改发给我啊。然后他写过来，我就说这个太啰嗦，看起来就是 ChatGPT 帮你写的，所以我就叫他改写，就把它当作生活当中先是一个愉悦的一个新的领域吧。然后接下来当然在工作上如果能够善用它的话，也是非常的好。不过如果基本上回答您的问题的话，我不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必定要有的一个权利，这个可能还太遥远。好，理解，谢谢。谢谢。那这个两位老师在线上，老师还有要补充的吗？ 好，没有的话，我想进入到我们的问，就是线上的参加者有列了不少问题哦，我这边先大概挑三个题目，我先念出来哦。那各位老师，如果可以针对任何的问题，然后来去做一个回应哦。好，那我从最后一个开始。好，这边有这个一个陈先生吧，或陈小姐，他提到说，国外 AI 的发展快速，感觉台湾有很多产业依然在观望。依照国外的经验，哪些产业会优先做一个导入？例如是制造业，或者是资讯业，或者金融业等等哦。那第二个题目，我挑一个比较有趣一点的题目哦。这边是写，请问利用 AI 生成孙燕姿的声音来唱张惠妹的歌，因为生成的声音并非真的孙燕姿的声音，感觉不是艺人的拥有物，拿去做其他的创作，有可能会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吗？好，那我再挑一个哦。这个感觉很比较广的一条，请问各位专家，目前是否有人类跟 AI 合作解决复杂还有困难工作的这个成功案例？我想刚刚孙博士有稍微带到一点。那我们先针对这三个题目，刚刚还没有发言的这个魏博士，就从您先开始。那有关这个，就是说很多产业嘛，那我们台湾很多产业观望，就是说要不要用AI 或机器人。那其实就是说，就我所知，那我们以前在做这个中小企业白皮书做过一些调查，那其实就是说中小企业的看法就是说，是不是要导入所谓的工业 4.0， 完全让你的生产线完全自动化，那其实这个成本太高了。我们这可能是大型企业，它可能有1000台、100
几百台以上的工具机才需要做到完全自动化或是物联网。那其实中小企业它可能就只有十台啦、啊，或十台工具机，或到几十、二三十台。然后他要做的就是说，他怎么去，就是说导入这些自动化的设备或一些新的科技，能不能帮他解决现场的一些浪费的一些问题，或是改善一些我们的一些成本嘛，或是提高一些品质。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目前。如果是中小企业，包括日本的部分，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可能就是导入所谓的精神智慧制造，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工作现场或是制造现场先把这些浪费先，我们还没有导入自动化设备之前，先盘点一遍我们自己的从员工先来做一些精神化、做合理化改善。那真的有需要自动化的部分或需要更高阶的 AI 的部分。再来导入去解决那个痛点的部分，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要导入 AI、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做法、那这个部分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所谓的精神智慧制造，先精神，然后再导入一些智慧制造或 AI。那这个也有助于目前我们在讲的净零减碳，就是节能减碳的问题，那也可以达成这一个比较是未来碳中和这一个发展目标，然后这个是比较是。产业面的、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一个看法，谢谢。那马律师这边有没有要针对这个法律课题来做一个回复？非常赞成这位陈先生，是不是他的提问哦？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用某一个人的声音，他应该是有一个他的声音权呐、那这些都是以后将来立法上面我们可能要去思考的。目前的法律的架构里面有所谓的人格权、肖像权，但是还是比较是在于非 3D 嘛，对不对？那将来如果说我们声音也有声音权，那孙燕姿的声音就会被保护了，别人不可以模拟出他的声音，然后去创造一个商业的这个产品，而牟利。对不对？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讲到著作权的话，那就是任何一个人他所创作出来的东西，你即使在非盈利的一些产出上面，都要经过那个创作人本身的同意。好，所以我觉得刚才他的这个发想是非常好的，我们的立法应该往这方面去努力。谢谢。好，所以我们现在法律上并没有。让我们拥有我们的声音权这样的一个，那要不然孙燕姿应该就可以去告他了呀，对不对？好，那可能各国法律不一样吧。那我觉得现在保护还不是那么周全啦。是，对。好，那不晓得这个孙教授这边有要补充的吗？好，那这边一样好，就分享一个小故事哈，那就我自己的部分做个结尾哈。那在 AI 时代下，大家每一个人都在找定位，当然包括了大学教授。那以前我们都认为哈，那大学老师就是传道授业哈，解惑。那有了很多的这个像这个平台式的这个教学。机构出现啊，像例如像好啦，或者是很多 Coursera 啊，那几乎在传道授业这件事情，几乎都是可以让机器或者是预录的方法来取代，那老师剩下解惑啊。那今年跑出了这种生成式的 AI 哈、那虽然它还有很多的可以 fine tune 的空间啊，但事实上它似乎已经可以做到解惑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大学教授就在思考，那到底定位会在哪里？那老师。就教学这件事情，那到底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那我们学校是非常鼓励老师跟教授是使用AI 的，包括写论文，只要你不是抄袭，我们鼓励他用为成为一个 co-pilot。那包括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位会发现，可能传道授业解惑，在新的 AI 下，那可能慢慢的，就他们就会淡化他的比重。那可能创造新的知识，就是怎么样我们喂给让 AI 可以变得更强，这反而会是我们这个研究型大学的老师现在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位。那这是就我个人的分享，给各位这个观众做参考。好，那徐教授有没有要做最后的补充？没有。好，那我想我们这今天的活动也时间差不多了，那就非常谢谢现场的来宾。哎，现场有要发问的吗？忘记了。
好，那就非常谢谢现场的来宾，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这个参与者，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来聆听这样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课题哦。那我想这个课题它还会持续的探讨下去。那我这边最后也提供一个很有趣的网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是 BBC， 它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根据牛津大学做了一个研究，它发明了一个机器人会不会抢了你的工作的网站哦，你可以到里面去直接输入你的这个职业，它就会告诉你有多少的百分比可能性你的未来工作会被自动化的这些工具所取代哦。其实我有帮薛老师查哦，社会学家这个被取代的这个可能性大概只有1-2% 而已哦。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在网站上看很有趣的一些现象哦，包括像是客服人员、零售人员、电话行销人员、打字员，甚至是银行的行员哦，他们被取代的几率都非常高哦。其实刚刚各位语谈人所提到一些论述都是雷同的哦。那反而是像这个心理学家、社服人员，或者像是社会学家这一类哦，或者甚至是考古学家这样的一个职业，它其实被取代的可能性相当低哦。那其实这也让我们在想进一步去想说，哎，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工作它的取代性很低？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很困难或者很复杂，让这个 AI 不容易取代？又或者是因为这些工作它其实因为它的工作的本质过于复杂，导致根本没有人愿意投入资源去产出一个机器人来帮他们来做事哦。那这是提供给大家一个不同面向的一个思考。那我想今天的活动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马律师到现场，那也谢谢所有的这个语谈人，那我们今天活动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那在这个聊天室我们有发这个一个满意度调查的问卷啊，那请各位拨空来做一个填写，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活动到这里结束，拜拜，谢谢三位老师，谢谢老师，拜拜。